最后是走在外侧的变化球三振出局。雷瑞兹在七局下是顺利度过危机，但魔鹰现在对于裁判的好球带非常不满意，还在碎碎念。现在遭到警告一次哦，赶快把魔鹰拉回去，我觉得不能被驱逐出场。这个半局台钢雄鹰的攻势也正式画下句点。等一下还有攻击的机会，待会那个气势就对了。谢谢你们。过去呢，大家都说侯云忠总教练是跨栏王子，没错。那魔鹰在这场比赛不落人后，在该半局被三振之后，其实他对于这颗好球意见蛮大的，没错。那一开始主审给警告，那回到休息室继续碎碎念。最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魔鹰真的动不会掉啊，他已经跟他讲说，我已经告诉你不要再讲了 ，No more， 就出去了。哇，那魔鹰就真的动不会掉，跨出去，哎呦！哇，拿着棒打先丢下去，然后跟主审要来理论了。那这时候赶快把人给移开啊！这时候我们刚刚看到，哎，路易斯教练出来哦，他比较有可能能够拉住魔音。过往我们比较常看到是陈连红，因为陈连红很常把人拉开。两分差的比赛，哦，这一球，主审觉得偏低。我现在看到洪总总教练就出来抗议了，哇，你现在有一个肢体上的动作要特别注意，这是一个四坏球保送，因为刚才主审并不认定这是一个好球，所以是四坏球保送，中信兄弟要起回一分。我现在对于好坏球上哦，洪总总教练这边是蛮大的不满。我看到一雷神刚才林金达先生哦，反应很快哦，马上冲出来挡住了教练。那现在其实内野的裁判也都过来了，稍微安抚一下总教练的情绪。这个球哈是真的是非常的接近了哈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哦，非常接近的一颗球。以明星来讲，当然是觉得不敢置信，对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，对，而且又是在一个满球数满垒的情况下，那现在要让中信兄弟挤回一分，确实这个球是非常的关键哈。关键的一个好坏球判决，会不会为这场比赛埋下一些变数？对。